迎收看《玩命枪战：战地大揭秘》。今天要介绍的全新作战玩法是纸片人模式。I believe I can fly.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. 在纸片人模式中，采用歼灭玩法，在限定时间内无限重生，最高击杀数的队伍胜利。所有玩家都化身为薄薄的一张纸，跳得非常高，像是阿姆斯壮在月球漫步一样，大家都变得轻飘飘。纸片人模式中，除了能使用一般的武器外，地图中会定时定点出现 GK863 火焰放射器，被火焰放射器攻击到，会有持续性的伤害哦，大家要小心火烛，别让熊熊烈火把电脑给烧毁。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如果遇到难缠的敌人，嘿嘿，看我转个身就打不到啦！我飞飞，我飞！地表最新枪战模式，快来玩命枪战，一起对抗地心引力，飞高高！